我真的要走了，我赶时间，来不及了。婉婉，等一下。娘下，你真的误会了，解释一下。娘下，是这样的，你真的误会了，的确是我误会了，误会我能够打动他，误会他能够喜欢我，到头来我就是那个笑话，你们俩才是天生一对。安家仙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了。猜一下吧，那个，赶紧去追吧！就说我是要摔倒了，你为了扶我才抱住我的。那，你呢？我离学校近，洗洗就行了，快去吧。Oh.